你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我在洗碗。哎、欸，你很自动自发知道你现在要干嘛哎、欸？对啊，这是我要送你的圣诞礼物。这么早、哦？对，不算哦。这是什么、啊？那其实是大台的。这是 M 的尺寸。三四个人一起。大，差不多两到三人。粉火台，而且是科曼的 MT2。哎，我有做功课哦，这是我就加购的那个防火布，这不便宜。我跟你讲，要组合价就会比较便宜一点。但已经绝不可能比单买还便宜啊！你在讲废话吗？怎么可能？我单买这样，然后假如说买一个1000，然后防火布这样子加起来，这一组送你500哦。动点头脑好吗？我哪会骑你这？你要现在开吗？舍不得开呀、啊，这个很棒哎、欸！但还是默默拿起剪刀。对呀、啊，我不会，我瞬间不会用剪刀。他有送一个收纳袋，对不对？这一块是我加购的铸铁的材质，这个材质就是比较耐用的材质。它其实还有附一个，哎、欸，但是我的大拇指已经要爆筋了。这个跟防火布是我加购的。它这个 logo 很可爱。照理来讲，粉火台就是这样而已，就是它会有个底座，然后接炭灰的盘子架，就是就代替这个。对，你整个拿起来，然后换这一个，它就是比较耐烧、比较耐用的。嗯，真的有差，这个一摸起来的质感就有差。如果想要在上面烤东西的话，这烤架我们很喜欢，它是有两个高度可以调节的，第一个高度，大家可以放那个4手掌。10根香肠，十根香肠、啊。谢谢你的比喻，谢谢。我们只能吃得起香肠，吃不起龙虾，所以无法用龙虾、鲍鱼比喻，只能用香肠比喻，是吗？八片肉片。好的。八片猪肉片。这就是我们的粉火台开箱。好，希望有机会呢，我们可以实际在露营的时候用上它， yeah! 因为现在刚好是冬天。喜欢，好帅，好气派哦。如果大家有看我们上一集有开心帐的开箱影片的话，对，那我们这集还在介绍我们开心帐首入之后，我们又添加了一些新装备，对，但也是一些必须的装备，我们要跟大家分享。像之前都是比较多实体店面买的，那我们这次有比较多是在网络店面买的。那真的就是一条网络的不归路，就是入坑，既然前脚已经跨进去了，后脚就跟上，头已经洗一半了，就把它洗完。洗不完。我们在淘宝购入的收纳箱，侧开打开的，跟我们上一卡是一样的，功能一模一样，外观其实也一模一样，两卡竟然也可以做堆叠，其实就是品牌不一样而已。重点是他们的价差了。我们买一卡原本上一个那个可以买两卡这个。其实我们买三卡也没有后悔，对，我们来看也是觉得外观真的很好看，很好看，而且其实颜色偏深，我其实蛮喜欢的。嗯，这一卡有点偏奶茶色，对，那但是牛奶加比较多的，然后那个是茶味比较重的沙色，对对对，可以看个人喜好。对，看个人今天要微糖微冰，各取所需。然后上面的木板一样是另额外加购。对。但这个木板有一个故事，其实我们上一个箱子跟这个木板也不是同一个品牌的，但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实体店面嘛，所以实体店面就可以先让我们拼拼看组合看看。这个箱子我们在淘宝买的，所以没办法实际跟我们实体店面买的木板可以先试试 看，它就有点跟那个箱子有点不太吻合，所以我们就去了五金行，瞬间变木工。对，我们自己在家里锯那个，我们那边锯哦。对，但其实这样锯一锯其实也还是可以，就是、很合了。既然增加了木板的话，承重力就可以再提升，它们一样都可以做堆叠，所以你如果要放进车厢内的话，或是你在自己在帐篷内摆置的话，都是可以做堆叠的。对，然后它一样一物多用，它一样可以当椅子，也可以当边桌。对，讲一下收纳箱的容量，我们是买50L，五十公升的哦，提供给大家。它还有25公升的，一样是可以做堆叠的。70的哦，对，还有更大的。这个下一个也是在淘宝买的。
水桶，对，储水桶。巴尼一直觉得说他想要买一个水桶，但我就觉得说其实营区都会附饮水机，没有所有营区都有附饮水机。对，昨天使用后的心得就觉得它真的很方便。对，为什么我一直想要买？好了，因为我可能是比较偏煮饭的人。对，今天如果我要可能炒个菜，一煮个意大利面，我就需要水，我不想再走去饮水机。如果我今天更大量，我就要煮个火锅，我就至少要半锅的水吧。第二个，我们如果遇到没有附饮水机的营区的话，就要自己提水。那我们自己去超商就要买一桶水。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不环保，你很难保证你去超商买那个保特瓶，你会一直用，用到下一次露营。但是我们这个买了一个比较耐用的储水桶，你是不是今天用完空着来，空着回去，或者是自己先在家里带好水，然后再带过来，那它就是可以重复利用。对，然后再来是它一样有分容量，10L 吧，印象是我们买是买最小的啊，最小其实我觉得很够用，像我们昨天跟哥哥姐姐四个人，就到现在还是满满的。对，还是蛮多水的。我们有煮火锅，有我们自己个人喝的也很够。对，然后主要是因为我们通常还是两个人，其实这样小小一个，其实对我们来讲已经很方便。然后重点是它也很轻，我们其实就会放在边桌收纳箱上面。如果饮水机你需要再走几步的话，你就会很懒得喝水。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蛮必备的。再次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今天买的都只是我们自己需要的哦。对，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要叫你们买准备的哦，只是跟大家做个分享，分享，分享。分享，分享，好。那再来是这个，私心想买的，也是在淘宝买的，朋友推荐给我们的。那时候我们就有借来使用看看，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用，而且是很有分量，是有点重量在。对，不可能一直手持拿很久。它的质感也做得很细致，而且它的角度都是可以任调的，你要平的，还是一只脚弯的，或者一只脚低的，都可以调。所以它的变化性很大，就我们出外就是会希望有一个稳一点的脚架，因为我们还要架投影机啊，然后或者我们要做一些拍摄远景啊，其实是可以，所以就会觉得这个脚架我们是被朋友烧到。依这个价钱跟质感的话，我们觉得非常值得购入，所以我们来推荐给大家。推荐给你们。哦，它还有附一个收纳袋，背的收纳袋，这个夹手机的，它这边底座有一个，这边也有，所以你可以这样子拴进去，或者这样拴进去。都可以，脚架收起来的，就是这样，对，差不多就这样。坐下来的这个高度是最低，它可以高到跟你人一样高吧？那蛮高的，大概200。那我现在打开给大家看。等一下，它比我高。对，我就不知道你这个是要拍什么东西，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需要你拍《进击的巨人》吗？我就问你，这样你连荧幕你都看不到。你先说，我本人163。好，来提供给大家，要超过163的人才看得到手机荧幕。好，下一样。好了吗？好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好，下一个我们要介绍的东西是我们也是后来才添加的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呢没有找到一组 CP 值高的，然后又不想太贵的餐具组。那这一组呢，里面它就附这个收纳袋。4只汤匙，对，就是四人份的啦。磁铁，叉子，对，木筷，面包刀，哦，面包，因为它是偏有锯齿状的。对，你看它切水果可能没办法，因为它下面是钝的，它还是要小心。所以今天我要再放一个水果刨刀，或是我要再放其他东西，也都是非常的刚好。然后收纳袋是透气的，假如说没有那么全干的话，就比较不容易发霉。然后这个是我们在实体店面买的，偏消耗品，但我们目前用起来也是蛮满意的，因为木头的地方就防烫。然后我们后来还有添加了科曼的露营碗，这样子，对，它做一个这个 logo。然后它其实有鸟，这边就是大自然，好吗？买够的原因是我们可以挂在桌边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可以这样子。或是挂在有挂钩的地方，可以堆叠，不会说很占空间，好清洗。Oh, 对，它的是200ml 的，我觉得非常刚好，而且很贴心，它有做刻度，所以你今天我要量多少的水，我要煮饭，你也不用再多准备两杯。这种有把手的，第一，如果这样子，哎，削嘛哈，削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可以这样子好拿的，好轻，对，或是那种双层的碗，不怕烫的，你们可能就不需要有挂钩，所以还是看大家的装备去挑选，你们需要怎么样的东西。对，那这个的话是在虾皮买的，提供给大家可以上虾皮找找看。下一个是盘子的部分，对盘子的要求就是只有轻，然后跟有一点点深度，所以我就选了这一个。它上面的图文其实蛮好看的，
干你的事，我觉得蛮复古的。这一个的话是在淘宝买，我先讲它的质感就是非常的轻，它一定是很容易凹的，对，所以大家还是要好好的收纳它。就像我们可能今天只是想要洗个菜，有地方放，嗯，所以放完我就丢进火锅里面，这个盘子其实冲一冲就好了，所以我不需要带到很重的。另外我买的好像是20公分、23公分的四个，我好像变魔术，四个盘子，对，大概一个手掌，嗯，对。大概这样，然后再一点点。然后我是买这种银的跟金的，嗯，然后这一样也是在淘宝买的。然后我觉得是算 CP 值蛮高的，因为它其实是有一点，它不像刚刚那个盘子那么轻，而且是蛮硬的，不用怕收纳碰撞，对，也蛮耐用的。不怕不防烫，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，可能吃一些面包类的，它不是双层的那种。我有发现到一个缺点是放在桌面上，它其实转来转去。不会很像在玩什么转盘，哇！他怎么有庙会的声音？十两个150。来，你们刚刚这些碗啊、杯子啊、锅子啊、砧板啊，这些都不是我要介绍的。我要讲的是这一个，承载这些东西的这个 A 字架，它有另外一个在更大一点的尺寸，高一点也宽一点。嗯，那因为我们主要还是两个人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小非常适合我们，然后这样子刚好我们的锅子离地面有一小段距离，然后再来是它也可以挂毛巾，因为我们洗完澡，然后再来是它有附赠四个这个挂钩，我们杯子也是买这种有耳朵的，这是不故意的啦，对啦，挑我们真的是故意的，挑缸的 A 字架其实也是帮你说他想要，然后我就想说其实就放在桌面就好了、或者就是收起来就好，但我发现因为有这个 A 字架，我们桌面上又更多了空间，它折起来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它一样是一个收纳、很好收也很好架。我们一开始很怕说它会不会不稳，但是放了东西之后它有一个重量，它其实就蛮稳的。像 A 字架是跟沥水篮，我们会偏喜欢 A 字架，是它其实东西你很好拿，其实看大家所需，如果大家觉得拉链比较方便，对，也可以，對對對，拉链不用怕有蚊虫也可以，对，就看大家喜欢的风格跟喜欢的东西，对，那我们这个就分享给大家啊，对，那如果你今天想要烤鸡、烤乳猪的话，就是直接这个也可以一物多用。你要不要刮刮看？你就把自己吊在身上看看。今天就大概是我们以上分享的，我们追加的东西，我们又觉得是必要的东西了。对，还是就只是在给自己借口。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如果没有累积到一些一定的数量，对，听起来好恐怖，听起来就是一个黑洞，无限的黑洞。但不知道有没有干爹。好，没关系，这都是我们自己喜欢然后也追求的，其实这次使用上来都会觉得更方便，然后也加分很多。后面你像真的来办庙会，后面有庙会，但是你先不要再跳来跳去。 好，大家就当作净化一下心灵。因为像其实这个 A 字架淘宝或者是网络上也都有，但是我们就想去实体看一下，因为有点不放心到底稳不稳，对，或者是高度真的是没办法用想象的，或是东西到底可以挂几样没办法用想象的，所以我们就选择去实体店面买，对，一定会有多少一点价差，看个人可不可以接受。那像收纳箱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差不多的，所以我们就比较放心，就可以在网络上买，所以就可以分享给大家。有些我们刚没有讲清楚的，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底下的资讯。对，我再讲一点好了，因为其实像我们不是，就是有些这间露营店有，那一间没有。好的，来，我跟大家翻译一下，以上他想要讲这段离浪浪的话，来给大家四个字：货比三家。哦，通常可以帮我上一个国文老师的那个音乐，吹笛子的那种音乐。对对对，好。同样品牌又同样的东西，其实不同家的露营店其实价钱会不一样，所以就像你说的，货比三家。对，还有网络上的也是，你们可以多参考看看那个评论跟评价，那个是蛮值得参考的一个依据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东西大概差不多到这边，欢迎大家可以在底下跟我们留言互动，或者是帮我们做分享啊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，可以订阅；不喜欢，我们也不强迫你们，好吗？没关系。那我们露营开箱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下次见。对，拜拜拜拜。我们是 YYDD， 我帮我们做了一个简称 YYDD。我们第一次开箱啊，第一次录完音，你有什么东西是有人觉得特别后悔的吗？因为我目前想的话，比较后悔的目前应该就是，喂，没有啊，你这个伙伴很棒。好啦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对，那其实是真的没有后悔的东西。有的话再跟大家说，因为我们也不敢把话说嘛，我们再多录几次，如果遇到什么 trouble 或遇到什么问题的话，会再跟大家分享。拜拜。拜拜。卡了了。